恋人们的呼喊声也都纷纷的前来迎接。然而我们所列举到的礼物呢，在献上之前都已经熏烤好、分解好，准备分享给各位。做重大的工作，或是要动用山林的资源的时候，男子们要站立围成圆圈，伸开双手，与左右的同伴互相提携，互相扶持，一起开口的和呜。在这个所有的过程里面，不代表任何的文字和语言，而是要把这美丽且和谐的声音呢，传达到天上，为的就是要求天能够应允我们的祈求。一起来聆听布农族有名的八部合音。